有媒体曝光了张柏芝第三胎儿子的出生证。从曝光的出生证可以看出，第三胎儿子中文名字叫做张立成，英文名字 Marcus， 于2018年11月8日出生于养和医院，而夫妻那一栏的信息却是空白，生父身份依旧扑朔迷离。2月19日，长春国贸看到生子刚过百天的张柏芝已经复出工作了。张柏芝穿着短裤长靴，头发高高竖起，依然靓丽，美女少女。她的身后跟着工作人员正在拍摄，见到有粉丝围观，张柏芝还主动过来问大家要不要合影，一点没有明星架子。